就没法快进吗？快进好玩。我弟啊，这 KS 怎么快进的？我没有那个叫什么啊，电视快一点。找到了吗？它变速不在那啥了，就一下子变得很快。本来可以压缩两分钟左右，它压为1分42秒。三分钟压缩到1分4秒，它太快了，这把速度。咱下班吧，爱喝东鹏，东鹏也少喝一点。